辛苦，那他们种东西也很辛苦。其实每一个工作都很辛苦，然后来吃饭的客人可能他们工作也都很累很辛苦，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，就是让他们好好吃一顿饭。对啊，突然觉得好像我的生活重心都不见了，然后以前跟客人互动的那种感觉我都不想要。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会蛮封闭，一部分真的是因为在花莲可能做一件事情，然后没有办法维持生活，不做就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就是有意思啊。他说，老板，我跟你讲一句真心话，你要是没有娶这个太太，你的店可能会倒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些问题当作问题的时候，就不会是问题。